中午伙食咋样啊？中午伙食，啊，你看你这你长，东西都带不带回来你呀？长不长勺呗？你要长勺，愿意做啥做啥，要啥有啥。你要不长勺就简单。那就来点简单的呗。你不长勺，你看我想来想去还是把你的衣服落家了，搁椅子上的，我那些都搁咱门口了。我说别忘了，都怼在门口了。买那衣服先别搁门口，那么晾干。没事，下次我们再回来再给你带对，过来。还经常跑，没有等说的。一看视频看见了。你到公司直接就那什么了？咋的？说你这个不够舒服一级的。那这个你怎么开？咋了？就是锅里头添上水，你直接就行。等晚上吃完饭，好半天，得又玩了好半天，下不去。那煮那么长时间，虾不废了？这个完了，知道。你要少说这煮一分钟，咱有一个小时了。哎呀妈！我说你这个人咋都是脸过时了？啊？为什么呢？你这不行啊，大姑，你这厨大厨当的不行啊，那煮。大厨我嘞，连边都靠不上。那煮虾煮了一个多小时。一个毛葱也没有，一个大蒜也没有。人家说你煮虾的事儿。哎呀，那个让炖到那锅里头忘了，让炖豆角了，大姐。哎，你拿豆角都把白菜扔锅里。行啊。就这样事儿的小家人。你妈要是我炖豆角，我这直接凉干了。你说这一天天可咋整啊，咱家人？划它干啥呀？总泡着，总把这泡着。吃饭了。吃饭。今天你这个大厨妥不去了，你大姑去你这个大厨。不知整啥样了。挺好。哎，吃饭，吃饭，吃饭。你那个院儿的雪得都得给搓了，不搓不行。那个院雪都得给搓了，不搓不行，不搓往这躺。咱这边低还是低。它不是新，咱那边先化了，这就上这边留院子里头。哎，这俩狗干啥去了？这是？哎，你看他妈那个肚皮底下。啊。啥玩意儿？这家伙疯去了，这个。占地盘儿了。占地盘去了。快去吃饭，吃饭。那咸的别吃了。不是，俺喝羊汤。一小棍一小棍的吃。我吃多了。你没吃呢哈。我们今天中午四个菜啊，挺好。六个菜。六个啊六个。这还有俩呢。六个，一根根刀。吃个红娘奶。行，我奶这就算回来了，这着急，哎呦我天，这急的不这不得了了，这都不等通知我。换水，你不是长征去了吗？我长征啥呀？我长征我回来我也一样，我休息还休息几天？休息过来不得缓吗？你再缓这啥没事儿。所以呀，和你大姑就没通知。我今年也像你这样腌嘛，咱俩咸菜味儿好。哎呀妈呀！活着不起来了，发了一大桶吧，算活了，让你先炖豆角，先炖豆角。是，可有风头了吧？昨天我跟奶奶，出去都跟着出来，进来跟着进来。哎呀，这个当害人，那就好像就像是有点像是害怕似的，害怕，还有想像说啥似的，一会儿扒扯咱俩，啊，一会儿到你身上扒扯扒扯，完了，一会儿扒扯扒扯，也不知道啥意思，抬头总瞅着你。人家在那过惯了，你这冷不丁又给领回来了。给他带回来好了，给那个混肉带回来不给他带。哎呀，我的妈天，那个无聊劲儿，你瞅着也怪可怜的。那整那小脖总扬着，瞅瞅你大姑，瞅瞅我，瞅瞅我说，总瞅都想说啥那个样。昨天领他上你姑奶家去了。啊。想走不在他家待，到你奶身上扒拉两下子。嗯。奶说去，完了又到我身上扒拉两下子。我说这是要回家，我说那走吧，这一个说走吧，人家跑我前头去，赶紧跑。